彻底没有收购啊！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啊，是要跟朱立伦主席、朱立伦总统候选人告诉他啊，现在国民党啊砍掉劳动七天假日啊这事情，我们劳动没有办法接受啊！国民党主动把劳动的权益、劳动七天的休假砍掉，好、啊、让劳动一年损失800多亿的损失。我认为朱立伦作为国民党主席，作为总统候选人，要负绝对的责任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金融我们这边，是要表达我们的诉求。我们要求国民党朱立伦立即派人出面，承诺要恢复我们的七天国定假日。郭焕英先生、姚公主先生，你是蔡长先生、女士们，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分局长官公务派出所首长。各位，今天在全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竞选总部前面的集会，是非法的。制造这个问题，现在已经胜利的人在制造问题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今天如果是说平衡有委屈，你凸显一下可以，这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大胜的人还要欺负，再这样下去了没有意义吧？他执政了以后，他希望人家这样闹吗？打人！他虽然是国民党候选人，但他现在就应该要为国民党砍掉劳工国民党加上七天这件事情负责，他说对不对？对。如果40工时根本不代表周休二日，但是他马上以一个配套措施的方式说要把加上七天砍掉，我们认为这根本不是缩减工时，反而是变相的减薪，他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求今天来到这边要求一件事情，朱立伦立即回应我们今天假日的诉求，承诺把现在行政命令撤回，还我们劳工国定假日七天。现在在我们的左手边有2名朋友被架铐，待会可能要直接被逮捕，所以我们要求国民党不要再做这一种残害劳工、残害人民的事情。1、2、3，上车，来上车，好不好？
喊叫喊叫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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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民党喊叫，国民党喊叫，国民党不讲，还有一位同伴被逮捕，我们要前往警察局，要求把我们的人士。